坚持坚持。我老公说这个餐今天顾客又不要了，说我都不相信。不是不要了啊，打电话没打通，一直打不通，而且他只留了一个几号几号漏，也没有门牌号。对，没门牌号。你这我拿过来了。我说要是你自己没了你就说是吧，还整的。开玩笑的，没，你说你也挣钱七八十，我买这吗？那你再给他打一个。刚才。你再给他打一个。门牌号都有啥？乐乐茶是吧？啊。对呀、啊，乐乐茶本身就可贵。嗯。72。你再给他打一个。我得打好些电话，我讲点。他刚才跟我说半天，我都不相信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以为他是因为今天是，明天就是元旦了，我就说，我说你要是想给我们买这个，你就直说，非得拐弯抹角的。不是的，真是的。那你当着我面再给他打一个，我都信。这咋？我都一直弄不懂这到底咋弄这。你再给他打一个。我再打一个，如果打通了，我给先生给他送过去。那你说咋弄？啊，他哪里的？地址是哪里？红山家院。地址是哪里？红山家院不是离得可近啊？红山家院不是给做俺们的吗？他如果真是打通了，他打通了就是给他开车给他送过去。你打？你给他送？我给他送。你只要打通了，他如果说要，我开车给他送过去。雷德，把那个电视关着。这贴的啥东西呀？这？跟你说，看见没有？嗯。看见没有？嗯，那个打。看到没有？打，商家，只能给商家打，看。没有顾客电话吗？没有了。你给他打有通话记录？通话记录打不了。有人？不是，他那个虚拟号跟那个滴滴是一样的，知道不？你试一下。但我不知道哪个是来了。你看时间不都知道了吗？还是这个。呼叫无法接通，看，请检查您在美团软件中。那你给人带过来了？不是他，我跟他站了等了，人家给他打我好些电话，知道不知道？关键他也没有门牌号，他也没有楼层，知道吧？楼上写的啥地址？哦，他只写了楼，但是他没有写这个多少层，然后这有客户电话。多少层？哦，但是没有那里。他是个虚拟号，知道不知道？都是虚拟的。对。你们看上面，这不是吗？当写的有啊，收产人隐私号186，这不是吗？这当有。这也打不通。你试一下。请输入您的分机号。不接吗？我下午打好这电话都没接。咦，通了。哎，你好。喂，哎，你好。啊，听得见吗？你们在那个网上点了一个乐乐茶，你知道吗？点了个什么？乐乐茶，外卖。啊，知道。对，但是我今天下午到地方了之后，就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一直不接电话。哦，那个我睡着了。哦，那这个餐怎么办？这个餐怎么办？啊。等一下，我问问他。啊，那您现在能送来吗？我现在在家呢，估计要等一会儿。啊，行，不着急，你上来给我打电话吧。行，好的。这不是打通了吗？他睡着了。我给他送。那你给他送去吧。咱一块儿吧，要不嘞？咱一块儿去送。嗯，一会儿回来正好吃饭。他回来他就跟我说，但是我不相信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他是花钱给我们买的，他不说呢，饭都做好了，给人送过去吧。对。空山家园离得不远倒是。嗯。因为不是咱自己的东西，是吧？我得没敢要多少，那知道不知道？后来我就看，我说跟最上面放着还。对，我就害怕人家要。走吧。也算是自己的良心也过得去，是吧？走吧，走。哇塞！祝刘一朵小朋友在2020年至2021年度第一学期被评为优秀之星。哇塞，真牛！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给你买个小蛋糕，好不好？
走，穿鞋，我们去把这个东西给人家还回去。看，都是恁的同行，刚才。同行，恁的同行都是恁的同行。啊，同行太多了。是乐啥的吗？啊，对。135号的是吧？是。就那个下午。嗯，是。是吧？谢谢您。啊。麻烦您。没事。再见啊。哇塞，就剩最后一个了！天哪，这是真的是给你留的呀，刘一朵。